Hello,各位老板、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是新的一年，2021年1月1号。哼哼，Happy New Year, Happy New Year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OK，刚刚帮这一把巴朗刀做好魔功符。OK，这种巴朗刀它是单面锋，它有分左右手的。那么如果你们买这种巴朗刀嘞，我给你看啊，你看它的厚度在这一项呢，然后这边是平的，意思是就是说它刀刃只有一面而已，这边没有的，OK，叫做单面锋。单面锋。那么，如果你们有买这种巴朗刀来用呢？买的时候你就要问一下师傅，或者你给那个师傅懂一下，说你要买这种巴朗刀，不过要右手边用呢，或者是左手边用呢，你要让他知道。如果你买到左手边了，用在右手边，它不是说不能够用，它能够用，只是说你砍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不会顺，砍到不会顺，要不然待命不准的话，它会 piu 掉，比较用到比较不好用。所以买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左手边的，你要用左手边的，你就买左手边的；你要用右手边的，你就买右手边的。OK，像这个啊，你看右手边，这把是右手边，右手边它的刀刃呢，它的面是向上。如果你是左手边的话，刀刃的面也是向上。OK，它平的那一面是向下的。OK。所以买的时候要注意啊，不懂的话就要问问那师傅啊。这种是单面封口，单边的，你看啊，它会比较肥，它刀刃在这边嘛。这边是平的，平的。刚刚做好魔功服务，美美呀。施下锋利给你们看啊！刀根、刀圆。刀尖，美美呀，漂亮漂亮。OK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一边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，新年快乐，Happy New Year！